我说句实话，今天这两个队有可能要打满，为什么？接下来让我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我觉得今天微博的状态在 AG 之上，这边都是肉，你一套爆发打完没人打不死人的，你爆发不够，他肉比你的爆发要高，这边直接就无脑冲了一局，你看这无脑冲了，这团战乱成了一锅粥，但是呢就是我们赢，这团战乱不乱，乱成一锅粥啊，就所有技能搓一遍，然后往里冲，死冲啊，就往里冲，一个人都没死，打了不灵幻死，活不来了，活不来了个一闪，二技能秒掉两个，那没用啊，一诺都是满血，冲进去16分钟16秒，点击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，专业。没办法，这种就往里冲死冲，团战乱成一锅粥，哪里亮了点哪里，玩不了。我已经不用看画面了，拿下了，我开香槟去了，我去搞投票去了。直接被秒了，一直在 双杀北京微博，先动手了，姬小满先跟对面的前排补起了一套，然后这时候进到最黑暗直接塔没了，直接被秒了，一直在扛不住。对呀、啊、你这个阵容你不先动手玩不了，我就这么说好吧。剩下花卷一个不知火，雷霆之力乘六。好，这艾瑞克，你看早就上这样阵脚。对呀、啊，你早点进场。扛不住下路兵线和炮车已经到达成都 AG 超晚会，3-0。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-0拿下北京 WB。这机场这么热情，那必须赢的赢。你不看谁的比赛？太嗨了！你不看谁赢了？大小分相同，准备啥准备？单独算进一份微博。姬小满，有没塔进去了？雷波冲了两个，射手要死了！乔西要没了！射手什么活呀？射手被冲烂了！一波了！我天，这阵容都被冲烂了！哇，直接一波！雷霆之力乘六！一个，再电再杀一个！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！超晚会又3-0，根本不是春晚，掉的季后赛别去找 AG 讲通话，在这第三次赛点局，成都上台，竟然把 BP 炸了，是这边大帅直接闪现进场开团，哇，一顿乱做四空阵，完全无敌呀、啊，这个小金人连推带扫。剩下花卷一个不知火舞，成立了老火舞踢进来，绝命一搏，打不过，真的打不过，太肉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会3-0，我的天啊，双杀 ATBK 双杀，他们有双杀微博，微博说不错，小金应该不会被秒，联盟一个战地矩阵直接散了，大刀打两个，第一层团队一乱，小西直接被秒了，一直在暖阳也扛不住被带走，张飞这个位置也很难走啊，只能跳回去，想进泉水，在泉水门口被堵杀了。剩下花卷一个不知火舞，来，我们继续恭喜 AG 超晚会，带走了渲染和长生，但自己扛不住，下路兵线和炮车已经到达成都 AG 超晚会，3-0再一次战胜北京微博。WB 找一下自己原因。杀北京微博。最后这一把，我说实话，兄弟，全是15星，我说实话，兄弟。接下来可能每个队伍，你看这猛冲，哇，一顿冲，哇，这是个冲，哇，这是个冲，哎呀，太爽了，看着就爽，这个冲击，给微博打的是一地的问号，我操呀，这个团你们看着爽不爽，兄弟们啊，别的不说，你光说这团你们看着爽不爽？啊！恭喜 AG 3-0战胜微博。